呛呛，那么看一红一大车厘子，特别甜，五个 G 的跟鸽子蛋一样的，好吃极了。让你买这个的，嫌我血糖升的不够高是不是？是不是想让我死？老婆，不对，是不是我死了就可以找别人？老婆，可不敢胡说啊，宝贝儿，坐，不生气啊，不吃了，它太甜了，齁嗓子，真不能吃这个东西。哎。你最喜欢那个牌子鞋上新款了，特别漂亮，水晶船一样的，上面唰唰唰全是水。贾豪文，你是不是故意恶心人？我的脚现在肿的都大了两码了，谁穿水晶船？我要穿水晶鞋。好的，老婆，咱不穿，等咱生完孩子，咱脚消肿了咱再穿，买到这儿放在家里咱看啊。买包去，最新款的包很漂亮，沙滩包特别流行，特别能装。你说谁能装？你说我能装？姚文，你现在都学会指桑骂槐。媳妇儿，我哪敢指桑骂槐呀、你要骂我都不用走程序直接骂，上手也可以啊，老婆。媳妇儿，媳，给我拿把刀。啊。家里东西都劈两半，各过各的。老婆，别碰我。各过各的。老婆，老婆，买房去，你最喜欢的公寓，买房去。各过各的。甜。这一套可是最抢手的户型，大三居，南北通透，采光特别好，明厨明卫，不管是投资还是自己住，特别合适。但是现在没几套了，听见没有？没几套了。媳妇儿，明白，我这就刷卡啊。燕子，带贾先生签合同去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在哪儿？这套房是我跟他做过来的。演哪一出啊？苦肉计？管他什么计呢？他说要给我买套房，赶紧敲定。嗯。哎呀，莫欣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着我呢。我这不业绩上有压力吗？你可别这么想啊。一直以来啊。我就想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呀去布置它、装修它，把它打扮成我理想中家的样子。嗯，你也知道，有了孩子之后呢，处处要为孩子考虑。我就想要有一个很纯粹的空间，一切都是我喜欢的。这多好啊！但你现在梦想终于实现了，多亏有你。莫欣，这是我做销售以来第一套房子，就是你帮我开张的。我拿到佣金以后，请你吃大餐，吃大餐。其实我应该谢谢你，是你说的让我投资房产的话启发了我，知道吗？浩泽妈妈被赶出别墅了，那个别墅又住进别的女的，还带着孩子呢。听说浩泽妈妈现在只能带着孩子住在酒店里。我也要防患于未然。最近离婚八卦听太多了，越听越不踏实。莫西，你这天天的听这些八卦是非，做胎教吗？没有，我。我这不闲着没事干了。哎，你跟孩子他爸谈的怎么样？还在谈着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一定要为自己和孩子争取最大的利益，千万不要为了什么所谓的尊严吃了亏。不行啊，找个律师帮帮你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陈万春，哎，你这些是不是没弄完啊？哦，我来。还没转销售部呢，是不是应该把活都干完了呀？
姐，这水是放这屋吗？啊，我来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我带你去。哎，好。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妈，我作业都写完了，你还没写完呢。让你一个人写三人作业，你试试。我为啥要写三人作业呀？而且我们老师肯定不会同意的。所以啊，这就是老板和老师的差别。珍惜吧，好好学习，要不然有一天老师变老板，就有你哭的了。我就知道，你什么事情都能绕到好好学习这四个字上。妈都这样。爸，你给我钱。哎。是我字儿写的不好吗？你让你妈签，你妈字儿签的多好看呢、啊！你良心不痛吗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没大没小，我自己签。你要干嘛？哎哎哎！怎么了？他要自己签。哎，我签，我字儿写的好，名字还是可以的。明天你带云杰回趟我爸妈那儿，我爸来电话说要做好吃的。哦，那你呢？我不去了，我回头去接你们。嗯。怀孕这个事儿一定要保密。啊。我也得少在他们跟前晃，我现在有反应。嗯。他们都是过来人，一看就能看出来了。我刚才还在想。要是手术的话，云杰怎么办？要不然，也让他去我爸妈那儿住，然后咱们就跟他们说，要回老家，看大姐大姐夫。大姐，不接。啊？不接。不好吧？睡觉了吧？这么晚。万一有啥事儿呢？能有什么事儿？大姐，哎，睡了吗？没呢，李黎也在呢。看，哎，姐，没睡呢。我一想，你们就不能睡那么早。哎，看一下，大姐给你们做什么了？黑芝麻丸。林林，小许，严格的说，这个不算药。倒是也不难吃，特别好吃啊！黑芝麻、核桃、红枣，还有这个阿胶，都是补气养血的。哎，姐，这样，我们想吃什么，我们就自己买。你不用操心，没必要。大姐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补气血呀？自己家做的肯定特别好，谢谢啊！回头你给我寄过来呗。还是孟安懂事儿。孟安，听说你更年期提前了，就是亏了气血，光吃这些不行了，得好好卖。等我去你们那边坐诊，给你好好看看。回头姐给你寄过去啊。好嘞，好，休息吧，拜拜。这瞎操心。你跟你姐说什么了？上周回家嘛。你妈妈听说你更年期了，就非得让我去问大姐夫要个方子让你调理调理。妈让我打电话，我不能不打吧，对吧？哎，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说。李林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敢在私底下……不可能，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，我是绝不会让大姐掺和到我们家里的事。你知道的，我姐就是这样，多管闲事，烦死她了，我打小就烦她。哎，你是姐姐带大的好吧？没心没肺的，我们可不能学他。
这个蝴蝶结好看吗？哎，琳琳。哎。哎，那个病，你带他去看中医了吗？啊，我姐啊，给孟安寄了一些补气血的药，说等下一回姐夫到这儿来出诊的时候，给他看看。那咱们这儿没中医啊，非得等到那个时候看。啊，行，这周他比较忙，下周他休假了，我带他去看看大夫。哎，不是说回老家看大姑吗？对呀，我说的就是，下一周回老家看看他们，顺便就让你姑父给你妈妈看看病。你要知道，这中医不是一次两次就能看好的。那我姐她请了多长时间年假呀？两个星期吧。两个星期？啊。那你让她回来住呗。哎，不用，在这儿住给你们添麻烦，在家我还能好好照顾她。哎呀，添什么麻烦？回去看看吧。多长时间没回去了？多住两天啊。哎，你看我爸厉害吧，刚换了新工作就能请假。那还有一条，那还有一条。哎呀，真好看，都选不过来了。还有吗？这鱼有。阿莫，你来一下，有些工作我跟你交接一下。升职申请交了吗？交了，谢谢徐总监给我这个机会。不是我给你机会，这是你自己努力来的结果。这个 U 盘里边呢，是我们最近在做的几个项目，我要休两周假，这些项目由你来负责。行吧，你也不在，我要有什么拿不准的，我能给你打电话吗？你能一辈子给我打电话吗？阿莫，你的能力是没问题的，我相信自己的眼光，你更要相信你自己。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，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能力，还要有决策力和判断力，更重要的是要有承担责任的能力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有搞不定的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我会帮你的。去吧。啊。好看啦。好看。哟，真好看。那是脖子上还戴着，有点多。我们走啦，早点回来。好。哎，谢谢。嗯，我们出去遛弯，你跟不跟我们一块儿去啊？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啊，行，那你好好待着啊。嗯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嗯，放心吧。这不在爸妈家待着，又跑我这儿来干嘛呀？是又跟谁吵起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呀。看我干嘛？我有什么好看的？有反应啊？有什么反应啊？你老这么盯着我干嘛呀？我脸上有东西，你肚子里有。谁跟你说的？不用谁说，我自己猜。你还有那脑子？那是。
收拾院子的时候，妈说你更年期了，让姐夫家的老中医给你看看。姐夫支支吾吾的说不用，说那个孟安请了2周的年假，我带他回老家去看看。太逗了，我一听就听出来了。你说你一个工作狂，你能因为这么点事儿就请年假？我能信吗？我开玩笑吗？你姐夫是连个谎都说不明白吗？不，是我太聪明了，我一下就看明白。摘菜呢，姐夫。啊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这点活。要不我帮帮你？不用，你歇你的。我姐怀孕了，而且她还不想要。怎么都被我说中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李林，我姐她不想要，你不许逼她啊。我姐跟我不一样的，她是事业女性，生育权必须要掌握在我们女性自己手里，听清楚了吗？记住了啊！那你还请什么狗仔呀？我看你比他们强多了，他们也就拍拍照，你还负责分析。我接着分析啊。你不要吧？我为什么不要啊？你要吧？我为什么不要呢？你高龄啊，你都40了。40怎么了？40我还能怀，说明我身体好呀。哦，行。你厉害，你身体好，但我现在不跟你讨论怀不怀的问题，我跟你讨论生不生的问题。你40了，你生完之后缓得过来吗？能恢复得了吗？你恢复不了。我就问你，你生完孩子之后你还上班吗？我肯定上班啊，我又不像你。行，你上班那起码得缓个3-5年吧，起码得耗到孩子上学吧。等孩子上学了，你不用管了，你也该退休了，你还上什么班啊？我多大岁数我就退休了？不大不大，也就奔5吧。那哪个公司愿意用奔5的员工呀？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的找到了一个工作，上了没几年还是退休了。那你为什么能生二胎呀？我现在二胎了，才34，你多大呀？那30和40能一样吗？那差老鼻子去了。你自己想想，你生完云杰之后，你身体跟以前一样吗？那肯定不一样。还是的，那你那会儿才20几，你现在都40了。你现在都40了，我现在都能预想到你的未来。张总，哎，久等了啊！没有，你好，你好。快坐，来。没有，就等了一会儿。您坐下，慢慢说。来，喝口茶。张总，路上呢，10分钟，最多10分钟。你干嘛呀？这周末行政都要加班了吗？我正在那儿健身呢，张总突然叫我过来一趟。你知道我在咖啡厅见着他跟谁在一块吗？何思思。你知道了？张总向我打听过他，猎头那边还没有消息呢。不过黄思思这简历啊，做的确实是漂亮。也不是做的漂亮，毕竟干过那么多项目，
能力应该还是有的。我可听说，这人不是个省油的灯啊，在蓝海那边跟余总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在那儿待不下去了，正找下家呢。你说就他这样的，来咱们公司对你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征询我意见。那你给个态度嘛。客观上讲啊，内容副总监这个职位确实不能一直空着。懂了。阿莫的升职申请已经到我这儿了，我一会儿就去找他谈。你呀，先找张总提一嘴，否则他跟黄思思谈妥了，那我下不去手啊。等我。张总。哎，来。方便吗？想跟你聊一下阿木的事儿。裁员不结束了吗？再说这阿木表现挺好的，你要裁他呀？不裁他，我是想跟你聊一下给阿木升职的事儿。哦，那坐着聊。你想把他往哪升啊？啊，这内容部不是合并了吗？你是差个副总监。我是想着阿木这孩子吧，挺踏实的，也很忠心，啊，思路很活跃，跟我们做传统媒体出来的不太一样。嗯，来公司也三年了，一直跟我打配合，也都很默契。我就想着，是不是能提拔他一下，当个副总监？你这提的也太狠了。你都说他是个孩子了，才来公司三年，你说给他提到这个位置上，这个资历浅了点吧？资历是浅了一点，但是这不是特殊时期吗？公司刚裁员结束，该走的也都走了，那咱是不是也得奖励一下，是吧？这样也能给大家伙鼓鼓劲儿嘛。你鼓劲儿，你给钱不就完了吗？你干嘛给提那么高的位置？那要是能给钱也挺好，但是我这不是要休假了吗？那你我要不在的话，公司得有人管。不，你等会儿。我什么时候批准你休假了？上次我跟你请假的时候，你可说做完那个投标就让我休息的。有吗？哎，老张，那你这儿不合适了啊。你就是怕累，找人给你分担。行，休假去，休假去啊！差旅费公司给你报了，全额吗？吃饭就别报了，谁当你吃什么呀？你这有国内游给你报销啊，你要出国就算了。那阿木这事儿，踏踏实实的休假，回来再说啊。还有事吗？没有了。那我走了。走。你别跟别人说啊，这是公司单独给你的福利。嗯，谢谢张总。嗯。你唉声叹气的，这对我不满呢，这是。大家把手里活先停一下，我宣布，陈婉珍从今天开始正式加入我们销售部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。婉珍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位，这个是你的工牌。谢谢啊，钱总。等试用期过了，我们正式签合同。好的。大家先忙吧。各位多多关照哈。婉珍，复印15份放到会议室，我们销售部等着用呢。啊，好的。太太你好，啊，您到了，哎，我这就出来了。于太太，有日子没见了啊。就是啊。你们家现在开发房地产了？
不是，我在这打工，我现在啊是做销售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在家休息了时间长了，然后现在出来体验生活了。这孩子大了，我呢想出来工作了。那你家于先生的生意怎么样了？好像你们现在不住别墅区了吧？我现在啊住市区呢。您不知道，现在这市区的高层这个公寓啊，这个居住的标准特别高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啊，刚好想给我们儿子买一套市区的房子。嗯，太好了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样板间啊。走，老莫，走，一起过去看看。你们先去看吧，我等个电话。啊，男人就是工作。莫大，我带你去。哎，走，哎、好，走。莫大，你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户型，然后多大面积的，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于总啊，你们家出什么事儿了？报销年假旅游费，能让铁公鸡拔毛，不愧是徐总监呀，你有本事啊！我觉得他就是心虚，想补偿我黄思思这事儿。黄思思那事儿没戏。有消息了，张总没搞定他。第一，人家在蓝海还没离职呢；第二，人家已经是总监了，他要的职位和年薪，张总满足不了他。我跟他提阿木的事儿，他倒是说会好好安排，那就是很有戏呀。你早就应该这样了，培养自己的人，搭建自己的团队，工作效率高，多好呀，还能避免空降的人来摘你桃子，分你蛋糕。这像是一个人力资源总监该说的话吗？这个领域你肯定不如我。我这也是为了公司能够搭建稳定的、良好的人才梯队，好吗？这黄思思呢，能力行，但是个不稳定因素。我的判断啊，就算是用也得慎用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手术啊？我还没定呢。还没定呢？你这太磨叽了，不像你啊。要我说，你赶紧生了得了。要我是你，我就生。想要孩子，自个儿找男人生去啊。那万一得找得着呀？男人还不好找吗？很难的。我现在一个人过得挺好的，找一个人能比现在过得好吗？要过得不好，我找他干嘛呀？也不一定的。你看我跟李林不就挺好的吗？要都像你们家李林那样，全世界女人都烧高香了。要不然你把你们家李林让给我，我肯定不嫌弃他是二婚。滚！我没说完呢。我决定了，等我到40岁的时候，我找个男人生个孩子，关键还能延缓更年期。那你也得有我这样的好身体。哎，这一方面你就不如我了。看我现在，锻炼身体，延缓衰老。莫太，这买房是大事，你们再考虑考虑，没关系的。这呢是楼盘的一些资料，你们拿回去看一看。给我吧。你们喜欢什么样楼层，什么样朝向，我争取啊把你们预留出来。决定以后告诉我。你们再聊一会儿，我看看车来没来。哎，再见，莫先生。婉珍啊，你说你孩子才多大呀，你就出来干活，而且干的还是销售，你让你老公的面子往哪搁呀？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我们的老公都是做生意的，好歹得给他一点面子吧，省得在外面引起别人说闲话。莫太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好命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也是也是，那我先走了。我送送您，走。陈婉珍，你给我上车，回家。你干嘛？什么干嘛？上车！你给我站住！你干什么？你行啊你！卖房现在卖到我朋友头上去了。那莫太太也是我的朋友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不光是丢了你自己的脸，你还丢了我的脸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就丢脸了？莫总，刚才给我打电话了，问我是不是融资出了问题，为什么自己老婆跑这卖房子来？
哎，人家老莫可是这投资界的老人，人家说话很有分量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让人家怎么想我？我正融资呢。于海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你要是觉得我出来卖房给你丢脸了，或者让人怀疑你的实力了，我会找机会给你澄清，说你于海现在是单身王老五，你前期没有拿你公司半毛钱股份，对你事业不会造成任何影响，总可以了吧？别废话啊！现在你给我辞职去！放开我！你脑子有病吧？哎，张总，我没事啊，啊，正好长楼是吧？啊，行行行，我这就过来。是，谢谢您上次给我介绍那么多好朋友啊。好嘞，我这就让司机下楼，我这就过去啊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购物多快乐呀，你怎么一直垮着个脸？哎，你说的对了，我现在啊一点都不快乐。为什么？哎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你可别告诉别人啊。天，文露，我来了，我来及时吧。知道你们逛街累了，特意给你买奶茶。云姐，你喜欢这个，可乐，你是这个，对吧？怎么每次出现这个时间点都这么让人诧异呢？走。哎，我怎么诧异了？我出现多好啊！你们累了给你们买奶茶。哎，等我一下。给你。谢了我啊。到点就下班，他们国营单位呢。现在不是下班时间吗？再说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没什么需要加班的。我待会儿还有看房团呢，你不得负责接待啊。菲菲。孙主任。啊，我在这儿就行，啊。你不要接孩子吧？赶紧的。那可不行，刚才钱副总说了，指定让婉珍姐留下来学习。销售哪有朝九晚五下班的呀？您看看，我们这销售岗位一个都没走吧？你到底要不要转岗啊？哎哎哎，要不这样，婉珍，接完孩子以后马上回来，我在这替你盯会儿，行吗？哎，不了，孙主任，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。谢谢您啊。就这还要转销售呢？喂，婉珍姐。莫欣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又得麻烦你了。我今天要加班，一会儿你能顺便去接一下婉婉珍珍吗？没问题啊，我现在已经在学校等着他们放学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那让他俩在你家玩一会儿，我下班以后马上去接他们。哎。没事儿，你放心，你踏踏实实的上班啊。熊熊还想多跟小姐姐们玩一会儿呢。谢谢啊，孟欣。哎呀，客气什么？以后有这种事儿，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那我接上了给你发信息啊。好嘞。快了。喜欢的小车买回来了吗？来，云姐，快进来。孙子，待会儿。奶奶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走吧，走吧，快走。就是你跟我说你家的秘密啊？嗯，你是我闺蜜，我才告诉你的，你可得帮我保守秘密啊！放心吧，你把我当闺蜜，我肯定给你保密。好，你先去那儿坐着，我去给你拿零食。好嘞。啊，来，你家这么多零食呀？哎呀，这都不是我的，这都是皇太子的。你怎么老叫你弟皇太子呀？在他出生之前，我也不知道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呀。这他一出生呀，哎，我就彻底失宠了。嗯，我之前来你家也没听说过你有个弟弟啊。别说是你了，我也是我弟长到一岁的时候才见到他。真假的？嗯，我爸妈生二胎是瞒着我生的，当时我爸妈都骗我说是我妈发胖了，这肚子都这么大了，我当时还信了。后来我妈一回老家就是好几个月，等到她再回来的时候，我弟从天而降，
怪不得呢，我说之前来你家怎么没见过你弟呢？哎呀，我弟之前一直是在老家跟着我奶奶，这现在呀要上幼儿园了才要把他带回来。我看你弟挺乖的呀，还给你进贡了这么多好吃的呢，知足吧。乖什么呀，这一桌好吃的全都是我奶奶给我弟买的，结果我要5块钱的发卡我奶奶都不给我买。反正我奶奶不给我钱，我就找到儿子要。多吃点，真没看出来奶奶这么偏心啊。可不嘛，我奶奶说是要传宗接代。哎，不对啊，不是女的生孩子吗？是女的生孩子，但你不可能跟你妈姓吧。所以我奶奶说呀，这男孩才能传宗接代，这女孩呢都是别人家的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什么封建思想呀。反正我奶奶说呀，这钱嘛是要给露露留一点的，以后当嫁妆用，但是这车子房子可都是留给我大孙子的。你奶奶看着挺慈祥的呀，这说那话都真是一言难尽。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，你当然没有危机意识了，也没人跟你争，没人跟你抢的，我就不行了。哎，你爸妈跟你聊过生二胎的话题吗？我妈都更年期了。更年期怎么了？网上说女人更年期之后不能再生孩子了。这不挺好？好啥呀，这是病得治，可麻烦了。我妈现在还得请假去看病呢，而且都说更年期的女人脾气不好，我妈本来脾气就不好了，这估计变本加厉，我以后日子不好过了呀。怎么都这么困难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哎，撞死得了。吃饭了，云君，今天烧了红烧带鱼。你妈不是加班吗？在阿姨家吃吧。哎，先溜我家吃饭吧，再多陪陪我。好吧。都不回来吃，那我还做吗？做吧。谁啊？姐夫，我。嘿，浩文。太好了啊！又带东西来。哎呀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快点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正好要做饭。姐呢？她加班，然后云姐呢？去同学何路家了。你看这么多菜，是不是很巧？别做了，我请你出去吃吧。不出去吃，我这很快就得，你坐一会儿就。哎呀，麻烦死！俩人坐什么坐着，油烟熏得跟什么似的。我做饭，我不麻烦。哎呀，我请你吃大餐啊！又是烤串。哎呀，你挑，真假真要骗呀！走吧，走吧。是是，那我非哦，我还非得让我换衣服，换衣服谁非得？快点吧，你汤来喽。云姐啊，阿姨已经跟你妈妈说好了，你就安心在阿姨家吃饭啊。谢谢阿姨，别客气，快吃吧。你妈看上去脾气挺好的呀，那是你没见过她发火的时候。最近。他和我奶妈，你和偷偷给哥哥吃壮骨粉了？这都是激素，不能吃。咱们家孩子长得比别人家的孩子矮，吃这个能长得壮一点啊？激素吃多了也长不了个儿。你大姑姐家的孩子都吃了，难道我会害我的啊宝贝大孙子？这都是激素，不能来来吃。咱们家哎，他们还没做呢，不许动筷子。没事儿，我家自从何瑞回来都是流水席，我妈和我奶呀、就每天追着何瑞喂饭，我爸是能躲就躲。云姐来了。哦，叔叔好。坐，坐。你们先吃。儿子，过来。别吵了。你给我们俩评评理。别吵了。哎，你看看妈，你看看。你能不能别和妈吵了？我这忙一天，回来还得给你们断官司，家里两个人，连个孩子也看不好。自从何瑞回来，我们家每天都是鸡飞狗跳的。咱们先吃，不管他们了啊。待会儿接待一个看房团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今天我要是开单，请所有人吃饭。呀，费姐大气。钱总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你说。过去说吧。钱总，能请您帮我开个权限吗？帮我预留几套房。你这要哪几套？
1号楼的，6号楼，7号楼和3号楼。你要的这些都是好位置，那看来你做销售上手还挺快。但是我要把这几套都留给你，其他销售该有意见了。我来咱们公司有段时间了，我觉得咱们销售团队呢也需要鲶鱼效应才能激励。那我现在转岗，肯定会动到其他销售的蛋糕，我就是那条鲶鱼，所以希望你能够给我最大的资源支持，这样我的业绩好看，那你的利益也能得到最大化。婉珍，你这条件谈得不错呀，那你说说，你想怎么当这条鲶鱼？我想召开一次看房会，把我的资源人脉呢集中变现，所以需要你的大力支持。好啊，这边弄好一点啊。周总，还是老样子，阳春面。今天给我加个卤蛋，还有午餐肉。啊，明白。这边请。啊，谢谢。你稍等，您的面马上就好。好的。帮我把刚才客人的碗面加上来。周总，啊，那这么巧。啊，您也过来吃晚饭。我来吃碗面，这儿的阳春面特别好吃。啊，您也知道这面好吃啊。来坐。哎，好嘞。哎。哎呦，这么快就上了。先生，您的面。哎，放这儿。啊。我点的面。啊，行。嘿嘿嘿，我刚才跟您点的是一样的面。我是加料的阳春面，加了卤蛋、午餐肉。我也是加的卤蛋和午餐肉。做。